那现在介绍的这是我们全新推出的 Xperia Active 手机。那 Active 顾名思义就是给那些比较喜欢做户外运动的人使用。那因为因应这样的使用者的习性呢，所以呢，其实这支手机呢，它是生活防水防尘的功能。那这是Xperia Active 呢，它是搭载了 Android 2.3 的智慧型手机。那同时呢，在手机的萤幕呢，我们也采用Mobile Bravia Engine 这样的一个显示技术，所以在萤幕的色彩、饱和度、锐利度的部分呢，都是顶级手机的一个这样的规格。那刚刚提到生活防水防尘呢，其实这个手机另外一个特性就是，目前在用这个触控面板的时候，如果你手是湿的或是萤幕是湿的呢，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滑动触控面板。但是这一支Xperia Active 呢，是你可以就算手是湿的或者是这个萤幕是湿的都可以使用。那我现在可以做一个示范哦，那我把手机整只就把它放到水里面，那你可以打电话过来给我哦。沟通了吗？那电话进来了，我把手机整个拿上来，我可以接听。现在是萤幕是整个是湿的，我手也是湿的，我可以接听你的电话。那同时呢，其实我也可以操作手机，我可以，即便手是湿的，我都可以操作我的手机。目前一般的触控萤幕是没有办法支援这样的功能。对，那这支手机呢，其实还支援500万画素的相机，那它有 HD 高画质的录影功能。那是我们全新推出的 Xperia Active。